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装了，适可而止吧，啊、嗯！装什么装？你以为我是你呀、啊？我怎么了？我装什么了？你干嘛？跟我出去一趟。韩十一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都知道了，你的秘密。我哪有什么秘密啊？拿着。四季果然一样，怪不得之前总是跟红儿和鸾儿在一起呢。哼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写的不错，你写的？哎，写的什么呀？瞧瞧啊。一点没，你还不承认是不是？红儿都告诉我了。笑话，我乃是当朝堂堂丞相之子，怎可能是一点没这种如此有才华的江湖戏先生呢？你说话就说话，你扔什么扔啊？哼，看见了没？红儿送给我的香囊，他什么都告诉我了，你就是一点没。不过你也不用难受，也不用不开心，反正面对喜欢的人吧，谁能保守得住秘密啊？你说对吧？原来我一直喜欢的人是你啊。十一的告白怎么会让你心跳加速呢？他明明是你笔下的人物呀，难道我喜欢上他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是错觉。